菲律宾省长考察团是在今天上午8:50到达省议会。菲律宾省长考察团原来是预定到中心新村拜会谢主席的，但是由于省政总质询的日程，因此谢主席临时决定在省议会和这些来访的贵宾会晤。菲律宾宿务省省长拉玛以访问团团长的身份致辞，他推崇谢东明主席平实和谦冲的作风，他深信台湾省的省政建设在谢主席的领导之下一定可以获得更多和更好的成果。今年来访的菲国省长有宿务省省长拉玛等10人。